这叫什么馄饨是吧？哦，馄饨。哦，这是一个露天的馄饨摊哈，也是在一个大集上。咱馄饨多少钱一碗？5块。哦，5块一碗。这么便宜，5块一碗。嗯。农村没得谁吃。哦，农村贵了没得吃哈。嗯。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崔家峪大集。崔家峪大集上呢，不仅有那个老大娘的这个酸浆豆腐，还有一个就是馄饨摊啊。听说这个馄饨皮薄馅大，也是非常的不错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去品尝一下。大爷，喝的馄饨，哦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行哈，啊，他这个馄饨的话也是搞的这种地锅。哦，也有专门买馄饨回家的。咱干这个馄饨干多少年了？不到20年。不到20年。五天干几个季子？嗯，干三。三六，一个月18天。哈哈哈哈。一个人。你这穿了？收拾碗筷，下馄饨，也是相当的忙碌哈。我辛苦了。你今年有多大了？今年50了。50了。这是馄饨馅是吧？这包好的馄饨，感觉这个馄饨这个皮儿还是挺薄的。嗯，这边是它的调料。你这是喝点小酒是吧？配鸭吧。啊，配鸭吧。哦，造酒啊，喝造酒喝馄饨哈。嗯，配鸭吧。啊，喝个小造酒哈，喝个小馄饨。这个大娘也是喝着馄饨，这个大娘还能喝这么一碗不？哎呦，厉害，饭量可以。这个大爷呢也能喝了了是吧？我喝完了。哦，你也能喝了了。哦，你也可以来口吧，来口。哎，行。哇，找酒啊，这小生活美滋滋呀。呵呵，看看这小环境哈，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哈。露天馄饨摊，行吧？味道怎么样？还行。啊，味道好。啊啊，经常来他再来喝吧。我儿子一岁。哦，我现在家是这儿，但是我不在这上班了。哦哦，你家是这边的。对。哦，崔这个崔家峪大集上的馄饨，按说不错，挺有名的哈。挺好喝的。啊，还行。你给我下上一碗，我尝尝你那个馄饨哈。嗯，咱来上一碗这个地锅馄饨哈。你哪儿的？不是的。恭喜收款20元。哇。有个数吗？一碗几个？有个数吗？20来个。哎呦，5块钱20来个馄饨也不少了。哇，手法非常娴熟。哎呦，来了大娘，烫一下碗。老板非常的这个烫一下碗，不要放塑料袋，还是长碗比较好，我感觉啊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真干净哈，烫的真干净。呵呵。那个大娘嘛，你怎么了？你来都什么了？调一碗。专门来吃饭了吗？那多久都不见你了。哇，哇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香菜，这个是虾皮儿。哎呦，5块钱真是合适哈，这个价格合适。一般的话，他们现在是这一碗的话，也得卖到6块到7块了哈。这一锅的话，得煮多长时间？3-5分钟吧，3-5分钟就可以了。开两锅就行。哦，开锅就哦，开锅一关啊。开锅2锅。哦。好像水饺差不多，比水饺稍微煎软点。哦，对，这水饺大哈，煮的稍微长点啊。水饺皮子厚。对对对，皮子厚，嗯。因为现在稍微少点。对。哇，这一天能卖这么个几百碗吧？啊，心多。也没计算过。嗯，不一定。哦。每季都不一样。哦，也得看集上的人多人少哈。对对对。嗯，咱这馄饨要好了哈，特别有食欲。嗯，哇，漂亮，看到了吗？还是用这种碗喝馄饨有感觉哈。哦，对。在我小时候啊，就是喝馄饨的话，喝的第一碗馄饨，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就是用这种碗，老式的这种碗盛的馄饨。哎，用这种碗喝馄饨，满满的小时候的回忆哈。有食欲，下面就来尝一下崔家峪大集上的一个馄饨哈，皮儿看上去是挺薄的，一个火烧一碗馄饨，5块钱哈，现在5块钱一碗的馄饨也是很少见了，一般的话都是
6块、7块、8块啊。它这个是一碗的量也是非常非常多，20多个馄饨，然后5块钱，还给你放了虾皮儿，实惠哈。嗯，怎么了？尝一下。妈妈不得去吃饭，妈妈烧饭在包里头呢。好吧。再过了抓饭，我们去买水果。还是那个老味道。总体来说，它这个馅儿的话，还是挺大的。馄饨皮呢也不是很大，啊，它这样的话就显得它这个肉啊包裹的非常多。其实这个馄饨哈，好喝不好喝，一个是馅子的原因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皮儿，有的皮儿它厚一点。它那个吃起来就不大好，最好吃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种感觉哈。我感觉这个量太大了，5块钱的量太大了，我自己都搞不了这一碗了。之前喝的馄饨就是汤多馄饨少，它这个是馄饨多。农村大集上啊，就是吃了一种实惠啊，有的呢就是品尝了一个地方的一种美食啊，文化啊。馄饨啊，哪里都可以吃到，但是在大集上露天的这种摊上吃一碗馄饨，特别是这种石桌啊，做个小马达，这种感觉啊，你们可能也许没有体验过。